大家啊、哦，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会的欢迎缇娜老师的那个啊开幕联欢会。很多人还没有见过缇娜老师哪一位哈、哦？那待会我再请他讲话。那现在先让他认识一下。这位小可爱就是缇娜老师啊。那下面几支舞呢？下面几支舞全部都是缇娜老师编的哈、哦。下面几支舞全部是缇娜老师。